要的人啊，他怎么样下去，然后杠杆一起来说办法，镜片这个人请，镜片什么人来镜？咱叫镜片的人啊。镜片就无。啊，你唔记得海生的小弟？海弟。海亮啊。海亮啊你。你看你几个镜片？机器的。干嘛了？关灯了。鼓掌哎！
阿家乡，哎，还是最旧的。好啊，内边啦。是云啊啦。啊，是哪个上班？啊，阿妈好啦。哦，阿妈是云啊。我到。是云啊，哎，是云内边啦。你哎，有你哎，当确定啊，无到时阵打我，迄个爱确定啊。叫是云来处理的呀。你哎，有人伫遮。你个支持啦，安尼好啊，对啊。现在个。啊。迄个老表上啊。好啦，好啦，好啦。啊，好去啦。用钢筋完了，对了。
派两个就对了，派两个啊。那么几桶就上了，那么几桶啊？你要找人，我几桶就上了好了。几桶先上了，我还用不了啦哦。你要几桶？你要几桶先上？你要有，对哦，我几桶先上。啊，你那个一桶就上，我那个还没上，你要几桶？你这几桶教练？这两百两，你要几桶啊？有啦，总教练啦哦。好。用鸡就对了，两个人再合一个鸡就对了。好。你看我做安尼，你来看呀。用鸡了吼。生走你，带人五虎千岁，会了蔡连波来封疆参拜。
兵乾隆赶青草里出带啊，五府千岁会鸟出连波，人民本国三代。
Thank you.
群聚会，啊，咱火苗、电瓶车、大型新台机，咱全国人咱大约啊，今天啊，火苗。感谢，我想要感谢伊，今仔日会使讲咱好
非常的留意，非常的留意，家家户户多吃点，但是喜事办完，非常的留意，非常的留意，非常的感谢，感谢在咱家住在电视台的新路，各多公平对咱好料，啊，咱城里来参加的这场的盛会，这场的盛会，而且新路代表着咱好料，欢迎两位一起战斗。
咱的青龙宫，欢迎伫咱关不到两世之后，先进行，由伫咱的主任委员的啊郭先生，率领伫咱的团队，啊来参加着咱游戏中，啊咱安德入会，要进大殿，非常感谢伫咱的郭主任委员郭先生，率领伫咱团队，非常的感谢你，非常的感谢你。非常感謝給我們家主義鄉親蓬萊鄉親給我們家主義大家善良的信任在今天的鄉親在中在後的地來歡迎給我們發揮了參加給我們主會安德要務大家的這個大後的地而且我們的地給你再多給我們標記給你再感謝感謝給你歡迎的非常的感謝非常的感謝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非常欢迎！欢迎给咱青草路咱的市中央咱的主任委员的胡志聪率领给咱委员的团队来参加给咱五信中一会安德教训大典，而且恭迎给咱
啊，这条路是金融永永的咱刘千岁，刘千岁这个军事的性格，在厝内啊，咱吴新忠啊，咱的主任委员的啊，蔡永信，所以的咱啊，委员的团队啊，一年再多啊，咱在那表示120万的欢迎，大欢迎啊，有咱热情的参与，有咱顶日的协助。增加着咱即摆啊，一会安德啊，照顾大家，无限的温暖甲风采，而且再次啊来咱表示着咱的敬意甲感谢，非常感谢你，谢谢，感谢。今天可以说我们好的了解我们的声音，可以说非常的了解，家家户户啊，大家抱着欢喜的心情，亲像在办喜事一样，家家户户都亲像在办喜事一样，非常的了解，非常的了解。而且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我们的主任委员的蔡中成啊，所以我们管理委员会加在我们好的了解，好的了解我们的声音尊敬的信众一年啊，来咱感谢，来咱感谢，感谢伫咱诸位代表，啊，加只可爱乡亲啊，各家公民来参加着今仔日啊，这种的盛事，这种的盛事，非常的感谢您，非常的感谢您。在此恭迎在咱车超路啊，咱的资金用啊，咱的石田运作刘千岁，列入尊神的性格啊，恭迎性格，恭迎性格啊，万万感谢在咱管理员会，咱的邱志雄主任委员的啊，所有在咱的团队来参加今天的啊，咱吴志雄一位安全调度大将，一句大会一句，而且再次感谢。非常的感谢你，非常的感谢你。
谢，感谢着咱徐超伦之队长，感谢着咱刘千岁，是恁有做着刘春贤性格，感谢中营性格，感谢啊，即马来欢迎着咱咱这个十分力，咱的正王府，咱的管理委员会，由着咱吴建国主任委员的率领着咱的团队。再多来参加你的聚会安德那你就进在店你家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的一路永远转念你的团队来参加对咱今天的信息非常的感谢感谢一路永远非常的感谢在这个中营是咱小武力咱的正王府咱的正官正王中营性格中营性格中营在咱正官正王咱立足精神的性格，非常的感谢，感谢着咱十分力，咱七股十分力，咱正王府，咱管理委员会，就是咱的主任委员的吴建国率领着咱的团队来参加着咱今仔日入会安坐要紧代表的大会仪式，非常的感谢，恭迎性格，恭迎性格。欢迎委员会再多来祝咱十分力咱的正王府咱的正官正人一直在咱当来的主持来表示着咱的敬意，表示着咱的敬意，感谢着咱热情的参与，到付出的增加着咱即届五圣宫入会安坐绕境大典大好日子，而且再多欢迎恁来台湾表示对恁的敬意，感谢，非常感谢恁，非常感谢恁，谢谢。而且欢迎到咱感恩赛咱南青宫咱蔡姑娘对恁真心的性格，加对咱管理委员会咱的主任委员的咱主任委员率领着咱。委员的团队来参加在咱五圣宫，咱就会按照绕境大典的这个大好日子，而且咱这个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蔡忠成的一年再度来向咱表示十二万元的感谢，感谢在咱南青宫蔡姑娘咱的团队，非常的感谢您，非常的感谢您。叫好咱照镜啊！我咱管理委员会再多来给咱拜托，来照镜啊！咱遵照叫好来照镜啊！恭迎在咱南青宫蔡姑娘，热烈尊崇的性格，恭迎性格，恭迎性格。
增加着咱五星宫无限的贡献，再一次代表着咱五星宫主任委员蔡忠雄、蔡主任委员、全体委员大家，深切的感谢甲欢迎，感谢再感谢。十分啊，圣安宫，伊个来，李主任委员所率领委员干查着，伊今只恭迎贾副万岁、中大万岁圣驾。
遮各种团吼，啊，咱遮高会长啊，注意收听一下啦。咱小等下，咱个教警，咱教警吼，咱遵照就好，遵照就好来教警啊。因为平常各分团咧参，咧在咱参拜的时阵吼，啊，咱看单咱就知影讲安尼，咱有遵照就好，咧教警安尼较好办。所以今日呢，我咱无信中央的议员会。在座的大家拜托一下，在座的大家拜托一下，感谢，感谢今今仔日的，会使讲重视大吉日大好的日子，啊，咱热情的收听，啊，来参与在咱今仔日，啊，咱五信中安装入会，绕境大典的这个啊圣事，而且在场的啊，咱国内晚会蔡忠信率领所有团队一直在座啊，来向咱表示对咱的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你，非常的感谢你，非常的感谢你。啊，就给咱福信宫啊，咱的啊吴总的委员啊，所有的咱的团队啊，非常感谢你。咱今日的上座热情的参与呢，真感谢咱今仔日啊，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烈。而且在厝呢，啊，咱吴信宫管理员会蔡忠信，所以咱给咱家所有啊管理员的各位在座来向咱感谢。提拔啊，福信宫，由着吴主任委员所率领来委员致辞的，在此恭迎提拔啊，福信宫李副先生上台。感谢，也代表着咱台湾鸟福信宫，咱蔡天贤在主任委员的委员致辞，欢迎着咱提拔啊，福信宫，感谢着咱吴主任委员的委员致辞莅临。
可不交易宜兰收委之书，还代表着咱的观音王会来处理归还，创作一份满意的证书书来交交去，代表感谢以敬意，感谢感谢。感谢咱地总裁给咱的种植书啊，来个看咱的啊，三个斗阵啊，来遮来赞助咱的光彩，感谢感谢。Thank you.
感谢啊，感谢咱今仔了管理晚会啊，来听听咱个团队伫咱个大厅来做一个精彩表演啊，为着咱个这边个聚会啊，做呢啊，增加精彩风采，感谢。咱中营，咱听了，铁骨大将军，中大元帅圣驾，中营圣驾。咱奉献了五千张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蔡主任委员以及咱两位秘书啊，咱的委员委员，感恩感谢咱第一了黑虎大将中大元帅的献感，感恩。再一次啊，代表了咱管理委员会助理委员蔡冰晴，以及啊咱的江秘书、江委员，感谢咱第一了咱各个大将、中大元帅啊，献感，感谢。中营，啊，咱保酒庄，啊，咱中心甲保酒庄由咱楼主陈正成陈楼主以及咱位啊委员啊来咱的大厅参拜，感恩。感谢咱中秋节保寿宫，咱保寿大帝中大元帅以咱好爷公圣驾，感谢还有着咱楼主陈振雄啊来率领，感谢再感谢啊咱好不了五寿宫咱做委员以及咱两位委员秘书，而且呢感恩感谢咱中秋节保寿宫咱保寿大帝中大元帅以好爷公的降临，感谢。现在进场是咱北安路圣庙中，有着本镇由本主任委员所率领来委员致辞，特别由您来参拜，非常的感谢。
苏宁委员，委员是今天的特殊成员。那大罗那县有中本自由本主义，一个本来风光的变招帅呐，让我欢迎欢回，非常非常欢迎欢迎，再度欢迎大罗县有中。听着广播，麻烦派人来咱这头前，请大家来领取着咱所需的餐盒。咱
讲啊，西南清江，南清江，咱管理委员会，咱委员之书，如果有听到，请你派人来咱头前，请大家来庙出咱的寿喜的餐盒，谢谢。谢谢，在今仔日这个大好的日子，也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时刻。是咱五星宫跟日会安坐的这个非常神圣的日子，有这么侪侪，你将拥有着大力收听。热情的参与，十二万分的感谢。这一次代表着咱五星宫，咱蔡中祥、蔡主任委员以及着咱管理委员会，用着咱所有今日的来收听之有奖有票，咱个委员秘书来给你致上最高的谢意，感谢再感谢。感谢，啊，再次感谢咱北安路圣庙中，咱由本主任委员所率领，以及咱的真上圣庙的。尊长啊，来到这里，来跟咱作为参与了咱入会安坐仪式，大家啊，请欢迎。好，加油！祝你们成功，大成功，大成功！你们成功，你们成功，大成功！
非常非常的感谢中国队，谢谢咱所指挥所注意感恩和一百分的感谢，而且也要来甲咱做，都来做上座，咱个有奖有票，咱个主任委员以及个咱委员之助理，要来甲大家做一个拜托。今日的这个活动嘞，一直就咱今日咱站一个行哦，咱就要进行着这个了解哦。啊，拜托，咱依照着咱的桥号来进行，依照咱的桥号来参与着咱的了解。啊，而且拜托大家吼，啊，让咱的活动更加圆满。啊，即马咱是咱的四座大奖庙，咱由咱五主任委员一定拿咱的。两位秘书，啊，咱的总干事，咱的委员、组长，并啊，咱的家庭参拜，而且代表着咱创作委员，咱热烈啊来甲你欢迎，感谢。咱五星中点心多，五星中点心多，听着广播，请派人来咱头前遮，咱的家长有人。用餐是较熟悉的，麻烦咱点心组派人啊来咱头前遮麻烦一下。
永远难听过感谢的我感谢你啊永远献上来甲我心中，来甲咱斗帮忙斗劳力。
并且咱五星宫管理委员会啊，伊伫咱蔡中生、蔡主任委员所率领，咱全体一同致上着最高的敬意甲谢意，来要呼应大家啊，咱今日整个出巡的这个过程内底啊，恳请咱有功有名，大家当按照叫号来进行着啊，咱的这个出巡了解，感谢恁的合作甲帮忙，相信今仔日咱的了解呢会非常的圆满。有恁的收听甲帮衬，让咱一个立法安坐的这个圣事会当非常的成功。这一次代表着咱好为了解咱五星桥管理委员会向着咱国有功有名，致上最高的敬意甲谢意。上天保庇，祈愿咱的疫情会当早日过去，让咱台湾更加安定，让大家事业兴旺，家庭美满。啊，同时咧，也袂而且也袂做着咱所有中辈时代，大家在身体勇健吃百年，感谢大家为少年到现在，对着台湾这个土地贡献。哇，继续咱今看到，啊，搁有非常非常精彩啊，咱的这个宗教的集团啊来进行哦，非常的感谢。而且麻烦先生来咱看卖，这是咱这一间厂商来咱收听。啊，今麦来咱刷的呢，就是咱东阿西咱中信。Thank you.
谢太极族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哦、我们的仙女飘飘。现在非常心中的欢迎，不朽天地特别的来来，来来自花莲县南疆，有着欢迎万位主力会员，也是花莲县议员吴敬景所率领，来县南疆欢迎万位全体领导，在此非常虔诚敬拜。南边最近的三个中的一个中再一个中三个中内行一个弯弯南边的南是南边花莲是南边但是关于弯弯三个挂门的连夜特别挂来但是为了要来参加到来摸信中有位安泽的大号的这个网站非常非常感谢来是南边南关于弯弯因为这次我的时候老师妈妈请感谢接下来我们同学就来县南疆优惠天星当时感谢我们注意都想好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西丁感谢我们的西丁来到面条非常非常的感谢时间时常开始来红白是哇我们华人的好朋友以后我们心中保证我们的学生来我们的五月底五月底我们同学我们门上那边我们的定定礼嘛就要来来华人来这个出巡哦，希望到时我咱家带来用心烧香烧香，啊对着咱天上什么，咱农民什么，啊来替咱华人祈福。啊，咱家西藏晋江有咱王姓荣中领元帅呢，啊咱的李议员是副秘书，来咱北京参拜。阿廖，咱西藏晋江，咱王姓荣王主席都帅呢。委员这次欢迎晚会，感谢礼品，感谢再感谢。Yeah.
出，感谢着咱中信宫，感谢咱中信宫，咱处理委员、管理委员会、委员之事非常辛苦，感谢感谢。啊，今仔日一天会互恁真无闲，真辛苦，阿丽姐。阿里家呢？感谢啊，感谢着咱从信中咱平常细母咱的性格啊，来参着咱这边啊，咱的聚会活动，感谢。阿里家也要再一次甲大家做一个叮咛，甲拜托。今仔日咱整个廖建出巡的这个活动，廖建的活动，拜托来甲咱小平的各有奖有名，会当按照着咱的叫号，而且队伍顺序，千万不好插队。安尼，咱的整个维持管理以及着咱活动会当更加圆满。感谢有大家的参与，哦，咱大家看卖啊，到昨个进程哦，也过安尼冷冷啊、凉凉啊，吼，啊天气不是真稳定。但是到着今仔日，啊，咱五星奖就会安做大好日子嘞，会使讲哦开大日，安尼讲一拍大地，会当来给咱杀困，希望咱的疫情早日过去，啊，互咱这个做生意的会当较紧恢复过去的好景致，互咱赚有钱、赚有吃，啊，大家会当民心安定，搁加出来。行行出头头的带动咱地方的观光，啊嘛，予咱土城这个所在哦，咱台南的这个好景致哦，会当宽容出去哦，是谢谢，非常的感谢哦。啊，咱的摄影团队佫特别来提醒哦，讲遮尼热，大家会记哩补充水分呐吼，会记哩加啉寡水补充水分，而且哦，希望讲今仔日这个盛大活动了后哦，明仔载开始哦，天降甘霖。